好，现在我们看凸面镜 ，convex mirrors。啊，你看这个镜面凸出来的啊，凸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O 一个点物体，这一道光线 ，alpha 角射出来这一道光线，圆的跟这个 normal line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从这里出去了，啊，那么。这条光线的延长线呢，就是它的一个成像啊，像就在这里。OK， 这个 normal line 就是镜面到曲率半径的这一点啊的连线 ，I 点为 O 点的像。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如果我们有一束的平行光线，就是你这个物体摆在无限远了，平行光线进来，啊，那么我们每一个都把它画这样的话哈，那它的沿线通通交在这一点，那这一点呢，就是什么？聚焦的地方叫焦点呢，啊，焦点呢，那焦点呢？跟焦距啊，焦点跟这个焦距啊，现在都是负值啊，它跟这个凹面镜正好相反，这要记得哈。凹面镜的话是正的，这个是负的，因为从镜面到这里的距离跟光线反射线反射的这个镜面到这里的方向跟反射线的方向相反，所以它是负的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个横向放大率的问题啊。像这么大啊，物体这么大，像在这里。你看这一条线过来，因为这是曲率半径，所以这是 normal line 啊。那它怎么过来，怎么反射回去？这一条线呢，入射就是这样子反射啊，它的延长线交到这一点。这个就是它的像，哎，像。我们现在带到这个成像公式里面去啊，不是这个我没有证明哈、啊，就是说它这一套啊，它这一套凸面镜的这一套成像公式，跟它的这个横向放大率。都跟凹面镜是一样的，都一样的啊，只是这个时候啊，它的像距跟 R 跟 F 不一样啊，你是凹面镜还是凸面镜不一样啊，这个公式本身都是一样的。好，现在我们看，刚刚我们是那个是用计算的了，我们可以用图解的方法。啊，图解的方法你就记得有这么几条线，这是物体，第一条，跟光轴平行的这一条线，反射以后一定经过焦点啊，一定经过焦点 ，OK。第二个，经过焦点的这一条线，反射以后一定跟光轴平行，啊，那第三条就是。经过曲率半径的这一条线反射以后回圆周原路回去啊，主要就是这三条光线的焦点就是这个箭头的部分啊，这是 O， 是物体在这里向着这里 OK。 好，这是凹面镜，如果是凸面镜的话呢，第一光线从这里进来啊，这里进来平行线它要从这里反射，但是你把它延长的话一定是交在焦点啊。第二条，从这里有这么一条，第二条啊，它延长线是到焦点的，所以它反射以后啊就是平行线。第三条 ，O 到 C 这个方向，
啊，这条线入射过来，反射线原路回去啊。你记得这个，这三条光线就好了啊。OK， 我刚刚讲过了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一点是三条线焦点，这就是像，这就是像。OK， 好，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有一个凹面镜，焦距是12cm，凹面镜都是正的，这个也是像距36cm。现在要用镜面公式，或者是图解法，求像距，并说明像的性质哈。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面镜的公式，一个是图解法。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公式，光用公式，先把公式写出来，它告诉我们是 focal length 嘛，啊，那我们就用这一套啊，这个36cm，这个12cm，啊，你可以解出 di 是18cm，它是正的，正的就是在代表在镜前，放大率呢？负 di over do， 负的，啊 ，di 是18，是负的。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判断它的性质，它是在哪里？镜前，镜前，像在镜前18公分处，它是一个缩小的倒立的实像。镜前18公分处，缩小倒立的实像。哎，好，所以以下就是图解。你看 O， 第一个，跟轴平行的线要经过焦点，然后第二条，经过焦点的线，好，这个是这是第一二三没关系了哈，经过焦点的这条线。反射以后是平行，然后呢，经过曲率中心的这条线，反射以后原路回去，什么啊？那这三条线聚焦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像，啊像 ，OK。那当然你这里，除非你用这个方格纸，这个刻度都严格的遵守啊。这个距这个大小，你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多大，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只能看一个大概啊，啊，这个实像没有问题，倒立的缩小，这个都知道，啊。好，我们再看一个物体，有一个物体啊，它放在凸面镜前面14公分处，凸面镜的曲率半径呢是22，这都是负的了哈、啊。这个是曲率半径是负的，现在也是要用啊，用计算法跟图解法来解这个问题，还是同样的公式啊。不过呢，它现在 r 是负的，这个当然是正的哈、啊。求 di，di 是等于负的。负的就是在镜后面，啊，镜子后面，放大率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di 等于负的这个负负的正变成正的。好，现在你就可以说，它是在镜后，啊，距离这个顶点6.2cm 的地方，它是缩小，正的就表示。它是正立，正立就是虚像，啊，正立就是虚像。OK， 好，这个是我们看它的成像。第一个，看它的用图解，平行线，平行入射反射，要经过焦点，啊，经过焦点。第二个啊，它。经过焦点的这一条入射线，
在这里反射平行。然后呢，第三个，经过 C 的这一点啊 ，C 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就这个延长就是到 C， 这个画的当中断掉看不清楚哈、啊。那么这三条线的交点呢，这个交点就是 I 啊，就是 I， 这里还有一条过来啊，再过来 OK。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一个曲率半径为20cm 的凹面镜，将一个物体放在镜前若干个位置，你看，放30公分、20公分、10公分、5公分，放在不同的位置，用图解法分别求像的位置及像的放大率，并说明像的性质。啊，实例中仅用图解法显示像的位置，请同学们自己用数学计算以上的各值啊，以验证之。OK， 我们用图解法。至于说它的这个用计算法怎么算，就请同学们自己算了哈、啊。第一个，30公分，你看它曲率半径是20哦，所以它这个在曲率半径的外面啊，平行线。然后经过焦点反射这条线，这是第四条我们也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就是 normal line 嘛啊，你这样入射当然就是反射线了啊。第二条经过焦点的线反射以后是平行线。第三条经过曲率中心的，这也是 normal line，反射原路回去，那么这个就是 II prime，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像在镜前缩小倒立那实像，对不对？好，第二个20，那正好啊，它就在曲率半径这里 ，O 啊就在 C 这里啊，就在 C 这里。好，那么我们画第一条平行线经过 focal point， 然后这一条就是经过 focal point 的，这个是平行线，其实这两条就可以交到这一点了哈、啊。那这一条我们也可以用啊，这也是一个 normal line 嘛啊，这两个角要相等，交在这里。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啊，它的位置也是镜前，大小一样大，你看到没有啊，跟像跟物体一样大，是一个倒立的实像。好，我们看 C 呢，它是在这个里头了啊，它的像距啊要比曲率半径来得小。你看第一条平行线经过这个，这是焦点嘛，大概它这个正在焦点上面啊，经过焦点，然后这一条因为这个是 normal line 啊，反射回来 OK。那么还有一条，这条它是通过这个曲率中心的，怎么去怎么回来啊，结果这三条啊是平行线，所以它是交在哪里，无限远的地方，因为它正好在它的交点啊，交面嘛，这个面就是交面啊，这就是面的位置，整个面是在这个中心，是在这个焦点上面的啊。好，那么更小了，那么在焦距里头的话呢，那么我们看它成像，这条经过焦点啊，就是它延长是经过焦点了啊，就反射从这里反射回去，
那你眼睛在这里看，好像它从这里出来一样。好，第二条，平行线反射以后经过焦点，所以延长线到这里。还有一条，这条线这两个角相等，四三啊，这条经过这个曲率半径的，怎么去怎么回来。好，这几条线你看，你眼睛在这里看，好像这条线都聚焦在这里，所以这就是它的像的位置，像的位置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在什么镜子的后面，大小呢是放大的啊。刚刚这个是什么，这个无穷远当然也是一个放大的啊，这是一个实像啊，因为它是倒立的。对，这个呢正立的放大的，正立就是表示它是虚像。哎，好，以上我们是用图解法。好，面镜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底下我们就要介绍这个折射面，就好像刚刚我们是面镜，先介绍平面镜，再来就是球面镜，现在我们看的是折射面、平面界面啊，就这两个是不同的介质，它的介质常数不一样啊，就是它的这个啊 index of refraction 不一样，但是它的界面呢是一条平的，是一条平面，一个平面。好，我们看这个情况，假设 N2 大于 N1， 这个折射率比这个大，这个折射率比这个大。好，光线比如说 O 点在这里，它以阿尔法角的这一条散射线到这里以后呢，它不是反射回来，它是穿射过去，穿射过去啊，但是它是折射哈、啊。这个角啊 ，theta prime 呢，啊不会等于这个 theta 啊，这一条是从这里到这里是入射角了 ，theta one 这个是反射啊折射角。那 theta one 跟 theta two 呢，我们讲过啊，它遵循 Snell's 的折射定律啊 ，N1 sin theta 1等于 N2 sin theta 2。那我们现在看三角形 OVB 这个三角形跟三角形 IVB 啊，折射以后呢，你眼睛在这里看，好像这个线是从这里头过去的啊，这条线就是直接过去了，你觉得这两条线呢是从这里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像，它的像。我们看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 tangent 的 alpha 是 h over do， tangent 的 alpha 等于 tangent 的 theta 1因为这是平行线了、啊，这是内错角了啊。tangent 的 beta 是 h over di， 这是它的边长，负 di 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折射面到这里的方向，跟光线折射的方向相反。所以它的 di 呢就是负的啊。好，那么我们因为 theta 1跟 theta 2啊都非常小，我们都是看很小的角啊。很小的角的话呢，那 sin theta 就马马虎虎，跟 tangent theta 差不多。那我们就可以用 tangent theta 来算，等于 h over do 啊，这就是 tangent theta 1。tangent 的 theta 2呢，这个可以用 beta 来算，那就是 h over di 绝对值，就是等于这个啊。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哈、啊，这个当作是 sin theta one， 这个是 sin theta two， 啊 ，sin theta two 带到这个里头去了 ，n one sin theta one 等于 n two sin theta two， 因为这很小嘛。好，这个整理一下以后变成这个式子，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你这样写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di over do 要等于负的 n two over n one 啊，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哈，各位做的时候要多做几题啊，才会清楚哈。好，以上的折射时的成像公式，这个公式啊，或者这个是仅适用于近光轴的光线哦，这个光线不能太大，这个角度不能太大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放大率 ，O 有一定的大小啊，它这条线 normal line 进去怎么反射出来，这条线。不是这，它就是一直线的折射了。这个折射，你眼睛看起来就好像也是从这里出来嘛，哈。那这一条折射以后变成这个，那你眼睛在这里看呢，好像这个折射线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所以这两条折射线交在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像，啊像。这是像距，这是物距。那我们现在从O prime V 跟 II prime V 这两个直角三角形来看 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是 y over do， tangent theta prime 是等于 y prime over di， over di， OK。因为 theta 跟 theta prime 都很小，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跟这个都当成是 sin theta 跟 sin theta prime 啊，所以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我们就得啊带进去得这个式子啊，得这个式子 ，OK， 好，这个我可能是。这要用绝对值啊！如果写成这样的话，应该要用负的，因为它 di 是负的，啊 ，di 是负的 ，OK， 啊，所以我这里漏掉了啊，负的，这个应该是负的，所以带进去以后变成这样子，所以它的横向放大率就是 y prime over y 等于这个横向放大率。好，我们现在将这个成像公式带入这个式子啊，这个带入这个，那这个式子就可以化成就是一啊一，那这就表示啊，平面折射面的放大率是一。物体像与物体的大小一致，正立它是正立啊、哦，虚像，看到没有？正立虚像。好，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这是水面下 h 深的地方啊，有一个物体。现在你要从空气上面看这个物体啊，比如说这是一条鱼，你在这个上面看这个鱼在哪里呢？啊，水的折射率是三分之四，空气的折射率是一，那这个是 N1 是水啊 ，N1 是水 ，N2 是
一啊，我这里应该是 N one， 这应该是 N two 啊。好，右图看水面下 O 点深度是，看水面下的 O 点深度是 H。在空气中看的时候，假设像的位置在 I 点，假设在这里，像距是 DI， 假设在这里啊。那么我们用成像公式，成像公式 DI over DO 等于负的 N2 over N1。N2 是水啊，水的不 N1 是水， N2 是空气啊。好，写出来 DI 等于负的四分之三 H， 那它是负的啊。上次显示视深是实际深度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三 ，OK。好，现在我们就看球面的折射。刚刚是平面，啊，现在看球面的折射。你看，这是球面，这两个介质不一样，啊，这两个介质不一样。好，这个物体在这里。那我们光线怎么画呢？就是说你这一条怎么去降进去，它一直的它也不偏，就是一直线过去啊，这就是折射线。这一条呢啊，这一条它有折射啊，这条折射 OK。 你看这个从 C 到镜面的这个B 点，就是这条线的在这里，焦点在这里，这个是它的 normal line， normal line 啊，这是入射角，这个是折射角，折射角。那现在我们看 O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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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C 跟 IBC，IBC OBC IBC 啊，那么这一条就这个就是折射线，跟这条焦点就是它的像了，这是像距，这是物距了。我们看 Theta 1等于什么？ Theta 1是等于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内角和 Phi 角，是等于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内对角的和啊，贝塔加西塔 two。 好， tangent alpha h over， 这是 d 了，要加一个 delta。 tangent beta 这个等于 di 减到 delta 分之 h。好 ，d phi tangent phi 就是 h over 啊这个宽度，这就等于 r 曲率半径减掉 delta，OK、okay? 啊。好，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三个角，这三个角都很小啊，很小，并且 delta 比这个跟 R 都小得很多啊，这个也是很小，所以呢我们可以把 tangent 的 beta 马马虎虎写成 beta， 这个就写成这个 delta 不要了啊， tangent 的 phi 写成这样子，这个不要了，等于 phi 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你这个 theta 1 sin theta 1因为很小， sin theta 2也很小啊，
我们就可以啊把它写成就是 theta 1跟 theta 2了啊。好，现在我们把它带到这个里头来。sin theta 1就是 sin theta 5加上 alpha 啊。sin theta 2啊 ,theta 2, 就是 phi 减到 beta, OK, 好，带到这个里头去。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乘出来以后啊，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个整理一下变这样子。啊，于是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啊把它写成这样子的。这就是 DO 分之 N1 加上 DI 分之 N2 要等于 R 分之这个啊 OK 啊，那么这个 Alpha 啊 Alpha 就是这个就不要了，就是 DO 分之 H 了啊。 Beta也是一样啊，这个表就 DI 分之 H 啊，要等于 Phi 也是一样，这个也表 R 分之 H 啊，然后再乘上这个，这就是球面折射的成像公式啊，球面折射的成像公式。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题啊，要看它放大率了。放大率，横向放大率，这一条经过曲率中心呢，就一直前进了啊，就没有折射。这一条呢，啊，因为这是它的 normal line， 入射线、反射线，啊，这两条折射线交在这里，这就是它的 I， 啊，它的像。好，我们现在从 O prime V。O prime V 跟 II prime V 哈，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来看 tangent theta 1是 Y over DO， tangent theta 2呢是负 Y， 这是负 Y 哈 over DI。啊，因为这两个都很小，所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 sin 啊，带到这个里头去，带到这个里头去，于是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好，那么横向放大率的定义还是这个 y prime over y， 你这个整理一下就变成这样。这个要多用它才会记得住啊！啊，这是横向的放大率。好，底下我们看一个例题，在空气中有一根圆柱形的玻璃棒，这一端呢就磨成。曲率半径是20个毫米的半球形，假设一个点状的物体在轴上面，点状的物体在轴上面，球面左方，这是写错了是不是？点状物体置于轴上，在球面左方。80个毫米柱球相距，这两个正好写错了，这是 DO， 这是 DI 啊 ，DO 这是 DI。好，我们现在把它带进去 N1 N2 1.5 R 20 DO 80啊，这是 DO， 这是 DI， 带到成像公式。我们可以得到啊，带进去哦，啊，1.5啊，带进去求出 DI
正120，这是 DI 啊，这个写错了。所以像呢，在右方120个 millimeter 处，它的放大率呢 ，y over y prime over y 等于这个，你就把这些值都带进去嘛，等于负一啊。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在什么？成像在右边啊，与原来的物体一样大，这是倒立的实像啊，倒立的实像。好，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棒把它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哈 ，DI 还是在这里啊 ，DO 还是在这里，水是 1.33。还是带这个式子，你把它带进去，我们可以求出来 ，DI 是负的180，就是在这个前面180个 millimeter 处，那它的横向放大率，啊，你把这个值带进去，正的 1.93， 那就表示啊，这个物体啊是在这个介质啊，跟这个物体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啊，同一个介质，然后放大正力的虚像啊，正力的虚像 ，OK， 放大 1.93 倍。好，底下我们介绍透镜了，透镜。就是用这种透明的材料做成的一个啊一个镜，一个折射体。好，这是物体。啊，像这种东西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呢，啊，这个跟这个是一个介质，第一次折射。然后折射光线到了这里以后呢，这又是第二次折射，又是第二个面 ，OK，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两个折射面所围成的光学系统，就两个折射面所围成的光学系统，我们称它为透镜。一般透镜的成像可以应用上一节的，就是这个跟这个。可以用上一节的成像公式，这个跟这个也可以用成像上一节的成像公式啊。然后第一个面它的像就作为第二个面的物体啊，作为第二个面的物体 ，OK。好，现在我们用折射公式。啊，先看这个面，第一次啊 ，N1、N2， 这是像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面 ，N1 等于一 ，N2 是 N，R1 是这个，好，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就变成这样子 ，DO 是。DO 啊，就是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物像哦，物具，它成像呢 ，DI1 就是第一次的成像啊，第一次的像具。第一次的相距 ，OK， 这个是这个面跟这个面的距离 T 了。好，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就得到这样子啊，这个带进去变成这个 DO1 跟 R1， 这个是正值，这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符号啊 ，DI1 是负值。所以这个式子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要写成绝对值的话呢，啊，那就是负，因为它本身是负的，变成这样，啊，写成这样。好，现在我们看第二面。第二面就是这个跟这个。第二面呢，它的物体在这里啊、哦，物体是这个。N1 是 N2 是 1，R2 这个时候是负的啊，还是带这个成像公式 ，OK， 好 ，DO 就是这个 ，DO2 啊 ，DO2，DI 呢就是这个，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啊。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了啊。好，里头 DO2 它是等于 DI1 加上 T， 你从这里就知道，对不对？ DI2 呢，这个时候是一个正值， R2 就是一个负值，所以这个式子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啊，这个用这个带，啊，这个用这个带，这个 ，OK， 好，然后这个式子跟我们上一页所写的这个式子连理起来，可以解除 DI2， 啊，可以解除这个 DI2 就是第二次的这个像距啊。好，这个是它的原理，但是我们很少用的后透镜，我们用的都是薄透镜啊，我们原来是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这个厚度啊，是我们画要画这么厚，要不然你看不出来啊。实际上这个 T 啊，比起这个值都要小很多很多，所以呢，以至于啊，这里到这里距离就免计了，不要计算它。以后反正有 T 的地方呢 ，T 都把它变成零就对了。这种透镜呢，我们称它叫做薄透镜啊。比如说这个式子，刚刚导出来这个式子。这 T 就不要了，就变成这个式子，对不对？然后这个跟这个相加，这个啊，一个是这边，一个这边的相加，令 DO1 第一次的 DO1 就等于 DI2。就是 DI 啊 ，DI， 好，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啊，这个很重要，要记起来，就是说要常常用它，这就是薄透镜的成像公式啊，这薄透镜的公式就是这个。好，那现在我们看，就是我们刚刚导出了这个来，对不对？成像公式 R1， 比如说这个 R1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 R1， 这个面的曲率半径是 R1，R2 是这个面的曲率半径是 R2， 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DO、DI。跟 R1 呢都是正的， R2 是一个负值啊， R2 是一个负值。好，现在我们看薄透镜的焦距，它的定义是什么？当点状的物体在透镜轴上的物距为 F 的时候，它的像距为无穷远，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点状的物体正好摆在这个地方啊，
一点啊，结果他成的像啊，成的像是成像在无限远，那这一点就是他的焦距啊，焦距 OK。好，这个定义就是按照这个定义 DI1DO1 等于 F 就是 DO 了，等于 F 这个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带到这个里头来啊，你看这个是 F 啊，这个无穷远呢，所以就变成这个式子啊，所以焦距等于这个，这个式子它有一个名称叫做 Length Maker's Equation， 叫做透镜制造者公式。就一个透镜呢，它有两个面啊，它有它的折射率，如果你知道两个折射面的曲率半径又知道折射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透镜它的焦距是多大。OK，所以这个式子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一边换成是 F 分之一，所以就变成这样的形式啊。这种形式呢就称为薄透镜公式的高斯式啊，高斯式啊，是这样的，这个跟这个都可以用哈。